一家小型的缝纫工厂内，看见了蓝天白云的身影，手头上忙的就是抗疫大作战里最需要的战备物资。每个人都在抢外科专用口罩，那我们就去自己设想能够套住外科专用口罩。我们的美珍菩萨他们夫妻档把这个小型工厂当个道场提供出来。公司要让我接衣服的时候，我也不大敢接，因为武汉嘛，自己就怕怕了，谁敢来上班？我就觉得说，那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这几天都不会慌了。原本的订单不接了，但员工也照样来报到，跟随着老板的脚步，就算没有工资领，也要来帮忙。我们有这个手艺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帮忙说做这个口罩布，人家给他换洗，就省得麻烦。同样有好手艺的香鸡志工，炒菜切菜忙不停，为车缝口罩一整天的大家端上一盘好料。肺炎疫情不断，在这样的角落，人间温暖却也持续在发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淑慧、黄爱慧、张维翔台北报道。